农塘的名称有着一个梦幻唯美的名字叫梦幻湖。这是许多来看过黄昏唯美湖面的人们在网络上所取的名字。位于台南市龙崎区牛埔里，区内多属黄砂土及青灰岩地质，在长期的地表冲蝕和溪流侵蝕作用之下，形成寸草不生的泥岩恶地，交错排列于高低起伏的丘陵跟溪谷当中。当初农委会水土保持局为了水土保持，也为了乡村景观的营造，在此以自然工法建筑让谷地集水，作为水土保持的一个示范园区，设置了六个解说教育站：饮水思源、绽放绿洲、古色古香、生生不息、水中楼台、湖光山色、没想到却一炮而红。平静的湖面与白堊土山陵的结合，每到黄昏就有很多摄影人前来取景，也有人来环湖步道散步。园区整圈慢慢绕完，大约两个小时。天气好的时候，不管怎么拍，几乎都可以拍到湖面的倒影。